大家看一下，我这两盆木兰现在呢冒出了非常多的花芽。其实呢，要想木兰冒出花芽，我们养护呢也是非常关键的。在立秋之后呢，一定要给它充足的散射光，起到光合作用，有利于这个木兰呢花芽分化。第二步呢就是养分了。大家看一下，这几条木兰的花芽非常粗壮，哎，而且非常多。其实呢，全靠这个长效毛肥，使用也是非常简单的。大家看一下，这些盆土里面这些都是毛肥，而根系接触也不会烧根，不烧根不烧苗的。它主要是含有丰富的高磷肥，能促进木兰花芽分化，开出的花色非常鲜艳。所以说呢，充足的散射光还有养分，就有利于它开花，就要开花就要保障了。好了，再见。